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個月通過了新修訂的《基本法》附件一和附件二，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，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打下重要的基礎。這個與全港市民包括體育界都是息息相關。事實上，香港運動員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比賽，本身就是一國兩制的體驗。在完善之後的選舉制度，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和出版界繼續會是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組成界別，而選舉委員會分組的30位委員將更有廣泛代表性和與業界的緊密聯繫。我感謝大家對於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支持，並期望和大家攜手推動本港的體演文出的發展。